主料：桂林锥200克，鸡500克，辅料：盐、酒、油、姜、蒜、水、白糖、老抽、黄酪、生抽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用餐人数：1到2人。桂林锥买回来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壳的冷，放包里煮热一下，捞起来去一洗净待用。即洗净展现，用盐和酒腌过，起火放油放姜再爆香，再放入鸡爆炒片刻见酒后，再倒入桂林锥略炒一下后加水、生抽、老抽、白糖为呢调味勾芡便可。烹饪技巧：栗子味甘性温，无毒，有益气补脾、口肠胃、补肾强筋、活血止泻的作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